地又係嘅。琴晚編埋啲古仔呃佢兩個啊，佢兩個驚噶嘛，咪實走啦。佢兩隻嘢整生人生膽，少少麻煩都唔至於去到咁嘅程度係嘛？又唔係話咩見唔得光嘅嘢。哎呀，乜都好啦，唔好講咁多住得唔得？早餐都未食，肚皮黐住背脊骨咯喎。阿左哥，即係掘寶呢啲本身係好開心嘅嘢嚟噶嘛，你家私選兵接住好唔老禮嘅。嗱嗱，做兄弟嘅。俾兩條路你，一下就響到大家攤頭個零兩個月先啊，一下就落翻廣州休息嚇。哇！你哋個個都唔喺度議我啦，冷靜啲啊，諗下下一步點行好過啦。有咩好諗啊？走兩個，剩翻三個。嗱，啊左哥即係老老實實啦，即係唔打到依家仲響張牀度點牀點隻咁噶嘛，唔好怨我你啊。你嘅意思即係話今日唔埋位啦？即係我行人都好好想早啲歸隊嘅，但係你問阿姐啊，嗱我個孖打就咁奇怪嘅嚇，就算我去廁所，佢聽唔到我把聲都唔得嘅，我要一路講住嘢，一路去廁所，咁佢先要安樂嘅。你問阿姐啊？問你個死人頭啊！趌呢條咩知你屙屎屙尿啊？你無非你就係、哎、得啦，阿姐你唔使就幫我講好説話嘅啦，我明嘅啦，即係好好老實啦，即係。媽打啲血壓就啱啱先至降落去，嗱康伯，如果我媽打係有啲乜嘢三長兩短嘅，咁你哋康家嚇，即係，唔係啊，早算啦，等佢照顧佢媽打算啦，啊，唔係㗎嘛，老豆，就剩翻我哋兩個去掘寶，再兩個點未掘㗎？點知兩個啫？佢走咗啫嘛，仲有江同阿蟬啊嘛，嚇，係啊係啊係，我哋都要去，要梗要啦。打仗親兄弟嘛，相親父子兵啊嘛，係咪先？係啦係啦，嗱，你講嘅呢兩塊親兄弟父子兵都唔關我事，我個女人咧左手左腳唔好去啦。喂，嫂啊，今日咧 last 一日噶啦，如果再揾唔到寶藏嘅話咧，我都唔知點樣同阿牛哥交代。哎呀，你唔好咁苛婆啦，你都揾咗三日啦，揾到啲咩出嚟啊？就係因為前面揾唔到，所以後邊嘅機會先至大啊嘛，即好似抽獎咁樣，寶物尋歸底啊，即係呢啲叫排除法啦，啊，至到咁啦。我到時咧就掘到寶咧，分你一份。好啦，大家唔好多意見啦嚇。個人分房執嘢，準備出發。散啦散啦。唉。見到嘛？嚇咩啊？就喺上邊啊，山頂啊。哇！座山咁高，你睇到山頂咁犀利？咁容易睇到山頂嘅咩？如果係咁嘅話，啲寶藏俾人掘咗佢啦！你睇下呢度風水幾咁正啊！背山面水，坐北向南，高山之巔，呢個藏寶人真係聰明。唉，聰明啊，聰明啦！你睇下，望眉眼咁高，你叫我幾廿歲點上去啊？唉，老豆，你一把年紀啊，唔好上去啦！你喺呢度等我嚟好消息，我同阿大佬啊、二嫂上去。嚇！喂，拉叔。你是不是高估了我啊？你二嫂我一冇學過攀岩，二又不是蜘蛛俠，上不到的。啲寶藏又多又重都上得去，人怎會上不到去啊？關鍵講方法。係咯，你如果是租部飛機的話咧，我想拍攝都上到去嘅。整一懶人嚟。走啊！喂，呢度有樓梯可以上山頂喎。啊？係喎。喂，大伯，你看清楚噃。我哋要上呢边，你有呢边过去，点过啊？话唔系上边有个咩空中走廊嘅咧？你记唔记得广州嗰个咩双子大厦中间咪有条走廊通嘅咯？上到去啊，讲唔定有条天桥可以过嗰边山嘅。真嘅？唔好话空中天桥啊，就算有条空中铁索啊，我哋就有希望噶啦。等，喺度等我哋，大家等我哋啊，好快翻嚟噶，好啊。走啊！呢度唔見嗰啲咩空中鐵索嘅，
你又話咩空中大橋嘅？唉，空鬼空馬咩？樹藤都唔多見棵，可能幻覺嚟。幻覺？啊！咩幻覺咩？棺材啊，棺材啊！有死人先有棺材，我扯啦！唔得啊，我腳軟啊，我。你叫叫叫，坐先啦。啊！淨係生人生蛋，嗰啲啊係兩千六百年前嘅棺材嚟㗎。我話俾你聽，好多啲遊客咧不遠千里而嚟咧，就係睇呢啲崖棺啊。呢啲嘢啊，正係超級古董嚟嘅。古董啊？嗯，係啊。拉叔啊？你估嗰啲咁嘅寶藏會唔會攝喺棺材底啊？嗱，你千祈唔好咁諗添啊！呢啲係國家一級文物嚟㗎，如果我哋去掘佢，即刻拉佢打棒。嚇！啊不講開講，啲懸崖峭壁，佢係點樣將啲棺材搬上去嘅？係，你都識講係兩千六百年前㗎啦。話埋咧，嗰陣時啲山就冇咁高嘅，搭把梯就上到去。傻咧！我聽啲專家講啊，兩千六百年啊，對於地殼運動嚟講係眨下眼嘅功夫嘅啫。呢啲山起碼都幾億年啦。嚇！會唔會咧？即係以前呢度係條河嚟嘅，啲古人咧就趁住漲潮嗰陣就撐條船過嚟，又咧鑿個山窿擺啲棺入去咁咧。嗰啲潮水有冇漲得咁高啊？如果漲得咁高嘅話，唔好話呢座山啦。即係龍虎山啊，成個鷹潭都浸曬咧。啱啊啱啊，其實我覺得應該好簡單嘅啫，就揾兩個人咧就爬上山頂，然之後抌條繩啊，去到中間嗰度啊鑿窿，鑿完之後咧咁啊，然揾條繩啊再抌啲棺材，攝喺嗰度咯。講得幾有道理喎，人哋上得，我哋冇理由唔上得㗎。不過咧，除咗飛啊，睇怕都冇第二條路揀。係咯，所以我哋而家要嗱嗱聲落山啦。你又冇翼，我又冇翼，冇理由嗌只雀仔嚟到尋寶㗎係嘛？我耐先嚇，做咩啫？再諗下啦，天無絕人之路啊嘛。係咯，所以我而家即刻躝落去同阿老爺一齊諗辦法嚇。什么你的东西啊，小朋友？这是我们的，这都是我们的。啊？全部都是你们的？你还挖了我们的宝藏？啊？乜呢啲真系宝藏嚟？如果没有这些，我们又要输了。咩话？原来是玩虚赌啊！赌谁的水漂打得远喽？啊？我。
哎呀，这心痛死我了！你们知不知道啊？拿这些古董来打水漂犯法的，全部给我，全部给我！这些东西都是几千年的，说不定是史前文物啊！这是我家打烂的碗，是我埋在这里的。哎，三楼，那么珍珠呢？有你屋企噶？那是我用泥巴捏的。这是我的地盘，里面的东西谁也不许动。喂！原来啲细路仔好核突，你真系。哎呀，细估唔到掘宝掘到最后一日都系两手空空提前收工。嘿，咁又唔可以完全话冇宝嘅。嗱，我执到件啦，你睇下。留翻你嘅仔蛇蛋叉啦。我硬系觉得唔同。嗱，七个碟冇理由一个都唔系噶。就算达芬奇密码，佢都有啲蛛丝马迹俾人估下噶嘛。我谂入边有玄机。哎呀，算罢啦！你对我啲咁眼，啲鬼咁眼咁，见到个个点都当佢宝石啦你。一、二、三，咦？得意嘅呢个点吓，做咩有条尾嘅？吓，我睇下。咦系喎，好似点咗红墨水上去之后，跟住搵手抹咗下咁样喎。系啊。吓？嗯。仲香嘅添喎。吓？你讀過書未㗎？紫墨留香啊！我未讀過書，但我聞過墨水，唔係咁味嘅，甜甜地嘅，好似啲果汁味咁樣嘅。果汁味。嗯。啊！我醒起啦，我見過呢啲點㗎？你梗係見過啦，我成日捧喺手入邊。你捧喺手裏邊去當寶，我邊有機會睇你嗰啲點啊？我醒起嗰次幫老爺曬書，好似個書度就有呢啲點啦。啊！芝子啊，芝子嘅孙女包佢哋饮嗰啲果汁啊，就弹咗落去，我仲闹咗佢几句添。哦，你嘅意思即系话呢啲系果汁嚟噶？直情系啦，唔信你舐下咯。哦。诶，揾笨啊，要舐你自己舐啊，真系。喂，老豆啊，你以前见过呢啲点未噶？乜嚟？最衰咸丰年咁耐啦，都记得咁多啊？嗱，咁啊啱啊，老爷，旧书咧就肯定有霉霉噏噏味噶嘛，系咪嗱？呢張舊地圖咧，唔單止有霉霉噏噏味喎，仲有果汁味。我敢肯定咧，呢啲點點啊，新鮮彈落去嘅。喂，就係你咁講法，即係呢張根本唔係咩藏寶圖，係張普通地圖嚟啫喎。嗯，唔係啩？普通地圖。圣水饮咗佢之后咧，唔单止能医百病啊，仲可以消暑辟邪。你系嘛？哇！特别啲老人家饮，系嘛？长命百岁，健身啊！系，我哋饮出嚟噶啦，好凉爽，系咪好嘢咧？哇！喂，天师宴即系天师宴，名不虚传，睇见口水连连埋啊！陈家老爷。名女有时终须有，命女无时，唉，唔好强求啦，陈家老爷。就系咯，即系咁样，咁啊，既然都事情发生就发展成咁咯，就由佢咯。食完呢餐天师宴咧，就自然个个都心想事成噶啦。我够想啊，掘宝嘅事心想事成啦，咁得唔得？结果你知啦。哎呀，怎么样？龙虎山之行挖到什么宝贝了？这是挖到古董了还是珠宝了？啊，老豆啊，你唔系话中暑嘅咩？你翻房休息先吓。咁啊，牛哥呢度咧，我帮佢解释。诶，嚟啊，你呢副，嚟，老伯，慢坐。俾阿牛哥啊。即系其实咧就。寶貝就挖咗翻，但係咧就有啲麻煩。什麼麻煩？我哋冇帶翻嚟。為什麼不讓帶？你們這回去又不是盜墓，你是挖寶，他憑什麼不讓帶啊？唔係呢個問題，係因為咧個攜帶唔方便啊嘛，所以我哋就辦咗托運，所以即未到廣州咁。哦，辦托運好啊！你看托運它安全啊，然後萬一它要打爛了，它還得賠呢，係的，是不是？托運好。到底帶回什麼東西來了？我天哪！
哦，一共四样东西啊？没，一样嘢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即咁样样，牛哥即咁样样，即佢又话呢样，佢又话嗰样，就有原因嘅。即主要呢个宝物咧，就佢古灵精怪、岩岩沉沉个样都唔知系乜嘢。啊，传说中嘅四不像，四不像系四不像啊。系啦，牛哥啊，时候都唔早啦，不如你啊翻屋企休息一下，冲个凉换件衫下。出啊！呢个到时候你把呢吓瞓下，跟住瞓下。干嘛？干嘛？让我走啊！系啊！得噶啦，得噶啦。吓吓吓！吓吓！实在受死啊！喂，你坐喺度呕都唔系路噶，万一牛哥真系要睇真嘅，点算呢？最衰你啦，搞咩死不像出嚟啊！哎，好心你哋啦，又话三个臭皮匠，一个诸葛亮，即系咩？都不如我一个富余吓。既然你讲咗啦，系四不像嚟啦，咁你嗱嗱声揾个四不像俾阿牛哥。主要咧就要呃住牛哥，嗱呢嚿咧就系我哋挖出嚟嘅，咁啊乜事都冇咯，咁简单。喂，我有个创意喎，你咪话四不像啊，八不像都得啊。哎呀，点啊点啊，我都话啦，有话闪呢，冇嘢搞唔掂嘅。我细个咧就翻去童艺班噶，咧连嗰个咩火烧连营嗰个画面啊，我都笑过噶。即系讲开又讲啊，我咁我试人牛哥又话十点钟，系啊，暗眼都做唔到。仲未到嘅？哎呀！好，我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哎呀呀！哎，我晕咗，感冒啦。撞鬼你啊！你喷乜嘢啊？好似跌咗落个香水瓶咁。我啲嘢，这哪是香水？我这是香薰。阴公，熏你唔死，熏死我啊！啊切！哎呀，你香水够咩行啊？宝贝来了吗？来，哦，这就是啊！哎呦，这就是那宝贝。呢件宝贝咧就系经过我哋嘅考察咧。佢係英潭一帶有5700年歷史嘅嘛，是啊，係啊，當其時咧就嗰陣時嘅官府咧就將佢當成馬桶，馬桶啊，馬桶，咪後屘咧就流落咗民間之後咧就啲人咧就當咗佢係一個飯桶，咁有啲人咧就即係大隻咧就當佢碗咁樣食飯，咁有啲人咧就當佢碟嚟裝餸，有啲人咧就當佢壺嚟倒水飲，我明白啦，是啊，四不像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這東西不錯，多少年歷史啦？5700年。5700年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兵马俑了吧？没有，那兵马俑和他一比，那都太年轻了，差远了。哇，要这么说的话，这真是个宝贝啊！宝贝，哎呀，这个宝贝啊，这个宝贝真不错，不错哎，不错。哎啊，这上面怎么还有个大手印啊？别别。呢個係貴魚啊，唔係，即係呢個我就一早就發現咗噶啦，即係呢個值錢就值錢響呢個手印嗰度啊。呢個手印咧唔係普通人嘅，係呢個張天師留下的。張天師，張天師是哪派的？張天，他是張天師是炼丹的。哦，你說這個手指印是張天師的？哎，有一次吧，他炼丹，他炼呐炼，炼呐。练着练着那个丹就熟了啊，熟了以后呢就拿这个盆去装，这个装上以后呢，这个丹太热了，这个盆的温度呢就受不了了，是不是啊？都要化掉了，他又用手一接，哎，你看出了一个窟窿嘛，就上出来了。对，有历史的，这说有点道理，是不是？如果这么说的话，这个宝物真是天赐的宝物，哎呀，真是个好东西啊！这才是有历史有年头，对，5700多年了，对不对？不要着急，我已经请了一个鉴宝大师，啊，这个等他来了之后，让他给个市场参考价。到时候咱们评分怎么样？哎呀，牛哥啊，这不是评分的问题，这那专家就不用请了，这浪费啊嘛。喂，哎呦，大师您来了啊！您在什么位置了？啊，您已经到了，您就对面往
对面走就行了。喂，老公，老公，我真的不用请那些鉴宝专家，这样东西就是千古文物来的嘛。如果他居心不良，即系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啊！我都看着这么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大家只管放心。就这个鉴宝专家，我很熟的，哥们儿。老公，哎呦，大师来了！哎呦，专家，专家，专家，你好，辛苦，辛苦。哎呀，您给我们看看这宝贝啊！听说有5700多年历史了。照我睇咧，呢件嘢咧唔系5700年，不是5700年，那多少年？24个小时。什么？24个小时？呢件嘢啊，烧出嚟啊，唔超过6个钟头啊。不是这，我走先啦。啊，您的意思这是新的，这假的这个？不是，走先啦，走先啦。这是假的，这是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牛哥，你听我讲，这人咧就有高有低，系咪啦？你话佢博士，即系话唔定嗰个博佬嚟嘅啫。你就别胡说八道了，人家是省一级的文物鉴定专家。OK 啦，我哋无需要再演戏啦。诶，牛哥，我老实同你讲啦，我哋今次去到江西咧，就乜嘢都冇掘到翻嚟，嗰个藏宝图系流嘅，假嘅，假的。唉，啊，闹了半天，我出钱，我准你们价。出去淘宝去，你们给我弄个假的东西回来骗我是不是啊？我拿着我的差旅费，你们到龙虎山旅游是不是？唔系去旅游嘅啫。嗱，我老豆都同我哋一齐去噶嘛，咁我老豆冇理由呃你噶。我哋今次真系上咗当啊！不，什么都别说了啊，按规矩办，按合同办事，双倍的差旅费赔给我。好。